住在空中别墅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就要带你们看看三层楼的顶楼复式吧。山都一号是 One Shenton， 位于新加坡第一区的豪华公寓，坐落在山都大道一号，41,700平方尺的地皮。这个项目在2011年建好，而一共有341个单位，分布在两栋大楼里，一金一银，分别是50与43层。这个项目也是知名建筑师卡罗斯·奥特的杰作之一。如果你们还记得之前介绍的凯琳豪庭，都是出自于同一个大师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琳。今天要介绍的单位总面积是620平方米，价值1750万的4房5卫。今天就让我带你们体验一下吧。从私人电梯出来，这里是我们的玄关，而玻璃门的设计使得空间明亮。映入眼簾的是30米长的大厅，豪华的设计，绝对的舒适。有孩子的家庭，这里的空间足够他们玩耍哦。在这里用餐，提供我们两种不同的视觉体验，城市与海的双美景。8人甚至10人长桌，特别适合请家人与朋友过来聚餐哦。厨房采用了纯白的设计，干净与整洁。山都一号采用了美诺品牌的厨房电器，譬如电子炉、电冰箱、洗碗机等等，而足够的空间让我们能在厨房内摆放着中岛，方便烹饪哦。而厨房的后端是我们的后院与工人房。介绍完第二层了，现在就去第一层看看吧。在楼梯的下方是孩子们的玩耍空间。这里是我们的家庭空间，6米的层高，玻璃窗的设计，如果加上水晶吊灯，绝对会瞬间提升这里的奢华感哦。这里的普通房超大的，简直和其他的项目的主卧一样大哦。走进主卧里，完全像是豪华酒店的房间，有化妆台、步入式衣帽间和特大的浴室哦。
介绍完第一层了，现在就去顶层看看吧。私人酒吧台让喜欢收藏与喝酒的你有个休闲的空间。喜欢办派对的你又怎么能少了私人泳池与烤肉台呢？山顿一号可以步行到市中心与山顿道地铁站，也同时具备众多餐馆选项，譬如亚洲广场大厦、滨海盛景豪宴、金沙等等。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项目，请记得扫 QR 码或直接联系哦。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看更多新加坡豪宅的朋友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和分享哦。我是 Kenny， 我们下次见。